Könnt ihr? Hey! Hallo, Alea!小哥，这玩儿跟今儿么拉个样？和你玩儿。哎呀，我跟你交配算了。和你好好配配。哎，这个不玩了，那个做饭能做来吗？我都要给你做的。哎，这么个叫来了？这不疼吗？哎，你不做我自己做。小朋友想和我做饭，今天你是得上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博。今天跟鑫哥玩小游戏才玩脑了，饭不做了。我今天就不隐藏了啊，把几十年的功力拿出来给你们展示一下。今天炖鸡腿吃，先把洗净的鸡腿过一下水，凉水下锅，调味酱、白酒，多倒点。哎，白酒完了，再来点料酒。来点油，油锅下入葱姜蒜，倒入辣妹子、香辣椒，下入鸡腿，来点蚝油、老抽，倒一盆水，来点十三香，来炖肉料包，撒点冰糖，来点盐。盖上锅盖就炖着。哎，小伙子，炖鸡腿该快熟的了吗？走，吃鸡腿走。哎呀，差不多了吧？鸡腿熟了吧？不是，你不是你不吃吗？你又来了呢？我说我该不做吗？我倒不吃。哎，差不多了。出锅。哎呀，这是我给我做的不？哎呀，我知道你吃不完，我帮忙给你消灭了，来来，滚。你们家是不是开业过的？不是吗？挺嗨。我心还能行吗？啊，再来一个。孩子吃不吃嘛？还一根不拔又一根，少吃点儿。孩子吃。嗯，你是多不慢，一口一个吃完了。哎，不要忙，不要忙，不要忙。我怕你给我吃完了，本来就没给你做。你的手艺还离我差那么点点。再进不了那么几天就能从我这出事了。哎呀，我的手艺该是我多少年经验积累下，怎么是跟你学的？你在我这该看看看回来吗？还有我给你教了，就你那老三样谁学了？好嘞啊，你去上山进行了，一下活没干呢。哎呀，咋继续量谁和谁了还？能行，不过啊，前兄弟明算账啊，没干活你抢一个，剩下我的两个啊。哎呀，一人五个嘛，咋就我领你的两个？好完了，我再给你做好吃的。自己的两个，来碰，好兄弟碰一下。哎，慢一点嘛，太激动了。下午你都办你做啊，都我弄在这。朋友们，记得点个赞，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鞋子该有你洗了吗？哦，我洗，我洗，我洗。呵呵呵呵。